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洛洛，然后我现在收工了，准备回酒店给你们介绍一个非常神秘的礼物。Hello， 我回来了，然后我来给你们介绍我现在要推荐的神秘礼物，就是这个梦金园的奇祥古法古韵系列的黄金首饰。这个呢是以高纯度金工金饰专家著称的梦金园，然后它新出的这一款黄金吊坠呢，采用了宫廷古法的工艺首饰和珐琅的工艺，更以饱满的麦穗啊，你看，作为了设计元素，环绕成生生不息的圆，麦穗的这中间有一个红色的珐琅，然后它这个寓意就是万事顺遂啊，红红火火。还有这一款就是叫吉来运转黄金首饰，它的四个金珠呢都有自己的独特元素设计。第一个呢是吉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吉字啊。第二个呢是龙鳞，然后第三个呢是桃花，第四个呢是金钱。它的寓意就是有吉是有龙运，有爱情，有钱花。最后呢，在这里祝大家今年大吉，还有吉来运转。